倒卖的桃酥。它就是用全麦粉跟荞麦粉做的，而且不添加蔗糖，它用的是木糖醇跟那个麦芽糖醇代替的白砂糖，都是这种酥酥脆脆的，越嚼越香，而且里边还特别添加了那个鸡内金粉。家里边有老人小孩的一定要尝尝这个，不油不腻，就是酥酥脆脆的，它比那个正常的桃酥偏有韧劲儿一点，但不是特别的硬的那种啊。而且还有这种独立小包装的，吃起来特别方便。